他用一个鸡头鸡阵，刚刚就怪怪哈、哦，所以不然阿公这里告诉我这些菩萨修行，好、哦，你怎来去筛选啊？好、哦，个人讲，咱来对一下大人食品吼，因为训练吼就看，因为咱食品吼是爸爸，你大人拢去稽查，你食品才做袂了，好、哦，咱来认真爱为因讲。因较苦大个物件，食品先来做，先来做评估，先来做稽查，吼、哦，安尼较做会好势。啊，无你人拢去稽查吼，人拢做根本做无物件，吼、哦，你食品项目真哩济，吼、哦，啊，现食品，吼、哦，食品够，吼、哦，食品啊、哦，食品现安全现代化吼，安全现代规定，吼、哦，以现在上产品来进行做健康营养评估，这个评估现代方法开始进行。再来讲，当然你上市吼，你嘛爱，你要检验啊。虽然咱台湾每一个阶段的检验成分，哎呀，检验的依靠吼，伊也无防信任的，吼，啊，这个就困难吼。所以咱爱，咱袂少倾向去上面去检验，应该经过第三公社单位来上，吼，只有第三单公社单位来做来开始。我咧讲像刷花这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倾向上一个流程去 SGS 检验。哎，但是我伫门口讲，哎，我产品无去送我者，我怕无卖得。我是头家，我有两样用品，我若可能送他唔含送我者物件，点点，我就是看卖讲吼，迄个无可能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再来即个主管来讲看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款的生产，团体来干部来做妥协。好、哦，再来你讲，虽然安尼做吼，嘛、哦、是有尽量去做啦，咱减少生产量是点。但是咱唔敢讲百分之百绝对袂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万个事情啊，发生个时阵呐，吼，咱目前提醒，咱尽量去做危机应变的工作，吼、哦。咱不只爱去杜绝污染源，就讲爱因疫情的下降，不然就讲，吼、哦，爱去做事件以后对消费者的影响的减低，吼、哦，来探讨讲这事件对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安怎，吼、哦，你看咱个规。塑化剂、哦，吼，甲甲油、顺丁销售，那其实拢无啥咧做原因，那塑化剂唔较做啦，毒电唔无做，棉粉嘛无做，其实棉粉是正多，吼、哦，棉粉正多，吼、哦，啊，危机沟通，这个应该有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呐，讲好民众的信任，吼、哦，这也是重要，吼、哦，那这方面拢做也无合适，所以你看一个什么样的事件，看出的吼，我把民众对这个拢无信心，吼、哦，你讲。顺利需要装在现在是政府做研究哦，伊是无，我往里做啦，吼，我甲迄阵发生我交林姐俩拍过电话，所以有心了就是太太反正松手了，甲林姐俩小伙伴伊上来我分析，吼，我分析伊个叫来，遐个伙伴个人个叫，吼，差不多七十个人无人无意外，其他差不多四百三十人，每一个人拢摕叫来这种顺利需要装。哦，我本来做都唔是啊，做了都受影响嘛，吼、哦，做了都受影响。但是政府拢敢讲啊，你都无啥得，个人缘分，是吧？我嘛是可以国外年年做缘分。政府敢讲啊，牛无吼，一天天唔当牛无收起来，歹势。你啊，一天天个缘分吼，伊又来滴，这样子，平均咱国内吼，每一人食少二十 CC 啊，好，你按那个算来吼。迄、那个敌人的血内底浓度差不多低于一 ppb 啦，但是歹势吼，真系有人两百多 ppb， 免活动会使。免免是可能中国人吼一胎花里做的避孕药，啊，我咧都唔想要做的吼，我伊做国际临床试验，但是做人诶一百几个吼，迄药啊停用了后，十八趴诶人吼。我就恢复生意能力啦，十八趴，以后还无食，吼、哦，一百三十几个，十八趴啦，生意能力无人恢复，歹势有人输精管一点，吼、哦，阮做动物实验吼，发现哎，输精管无去，避孕效果袂歹，吼、哦，所以叫我人会当用二胎吼，但是问题就讲，咱国台湾人吼，内底大家拢有顺利迄个缘分啦。这回哦，我娘当然了，我娘才四五十岁，大家人拢结婚，
啊，咱来唔知影，好开心，好，我哋讲其实咱风险，好风险我嘛知影，好啊，啊这今年初吼，这个世界银行出版一本册叫做《风险与发展》，就是讲咱个风险就是咱去面对，去关键，好，咱去靠机会啦，好靠机会，所以我看到就是讲吼，不管是啊做婚姻还是讲。这边的饲料油、干粮油油吼，这物件是冰山一角。吼、哦，咱台湾科技人相信无？吼、哦，可以讲，李然相信秋霜吼、哦，做能力，把这些废弃物啦，把这些白化，已经腐败的这个食材吼，啊，做做食品，我相信秋霜有能力，而且人们来管。但我建立一个建立一个最好的系统，哦，咱早晚一个点，好一个点。所以你高员工重要很多，还是高资源嘛是这样。讲啊，当然要给发生的吼，啊，尽量给发生，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发生。我们首先给发生的。啊，起码，咱个马总统讲个，吼，可以当作是阿个国安嘛吼，啊，结果伊成立一个什么食品安全办公室。讲我黄灾办公室，我讲啊，我一看一下，我都怣起吼。我讲啊，这还叫黄灾？啊，你要紧急应变？啊，你塔就是食安办公室呢，不是啦？迄个食品安全做不好，做了不好，你就开始紧急应变。哦，啊，你啊，迄办公室来改名，就是食品安全办公室。你做了好，就没食品应变；，你做了坏，你就开始应变。迄办公室就哪样会掉？啊！你啊做完之后，因为免去做紧急应变，免慌张，啊！你办公室都用袂到啊！哦，所以我感觉办公室叫米食安办，叫食不安办公室才对。哦，所以我有滴红果日报吼，伊发布讲是米食安办公室，我记得你记住一个，你红果日报我相信你，我们应证明为食品不安全办公室，因为那还有现场他的公布出来，啊，无你讲这食品安全，我听无干。好，一雄官来那里做客哈，那好生意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去现场嘛哈，所以我是能去做我的事情出来哈。啊，我们过来。真是他和他有必须。必须的，是吧？我们必须。啊，当然有必须。
黄总吼，这边叫我来吼，应该是看到阮新闻啦吼，阮迄个九月十号吼，阮九月十号吼，哎不，第十月九号，九号，第十月九号，十月九号，好，阮九月十号吼，就迄个召开记者会，吼啊呼吁吼，当然嘛第一个呼吁阮的老师啦，啊，因阮的会员只发发十万呢，吼啊迄个，其实全国的迄个中小学老师吼，安尼应该是二十万吼。那是广西湾的会员啦，啊，关副议官老师吼，抵制顶薪，啊，抵制顶薪，啊，啊，再来，十月九号吼，对这点吼，十月九号吼，我们再次呼吁吼，抵制顶薪，而且要抵制顶薪集团的所有有关系企业吼，啊，再来是希望伊这个顶薪吼，还配合咱台湾的食品业，啊，啊，当然，因为阮大部分吼，大部分。关心的议题是教育啊，哈、哦，所以你有想任何教育问题吼，大概吼，我第一办公室拢第一手资料。啊，我原来工作吼，是甲立法院、甲立法、甲教育部吼，爱随时爱沟通吼，参详各种迄个教育问题吼，迄个四月五月相关就是说明国家吼，所以我拢有参与滴吼，啊，当然是直接无甲跟甲跟伊无关联吼，咱卖讲滴吼，啊，所以其实吼，阮应该是。是讲专门吼，你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啦，吼。但是吼，我那阵就采开吼，我第一笔开始是九月十号吼，迄阵还没有开始，还无签名抵制，迄阵还没开始的，吼。所以我开的时吼，其实嘛，人家讲吼，恁老师是来关，那招待关这吼，安尼讲吼，我的感觉啦，吼，我是一个工会吼。嘛爱照顾咱员工的迄个权利福利吼，咱台湾拢认为吼，工会就是爱什么争取迄个劳工的权利吼。其实吼，工会伊真侪人才，伊一个这大个组织，伊不应该顾家己，伊爱关心着规个社会的议题。吼，尤其吼，教师工工会，你看吼，不管美国，不管英国，不管德国，不管德斯国吼，教师工会吼。拢不是干咧关心教育问题，拢一直关心着社会各种重大的议题。啊，那食品安全吼，一定是重大的吼。啊，但食品安全吼，对阮嘛有影响有哦。阮囡仔吼，逐天爱食迄个食品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几年来，你若知影前年吼，阮是保持迄个国小内底吼，国小内底是迄个营养午餐吼，红做手脚对哦。所以有啊，有规则的吼，用下台。其实同这有关联吼。啊，这边。因为这个事件，马兰花是啥？诶，迄个机改食品嘛，退出校园，哦，啊，这个物件要延烧啦，吼，啊，但是延烧到啥物程度，其实唔知啦，吼。但是我迄阵讲话就讲，顶薪这大个企业吼，你要有企业责任，吼，啊，企业责任你讲回来，你做重点是安怎讲吼？企业责任吼，第一个是对于消费者，你做出来物件是安全的，是符合你。标榜的这个品质，这第一个哦。第二个企业责任什么？你的员工，你要好好照顾，安尼就是你完整的企业责任。吼、哦，对岗位来讲，你呐欺骗消费者，像电视安尼舞甲，到尾倒袂了，伊是毋是甲红眉甲一个臭头去啊？出来一句话，阮定心关门。对伊来讲，关门对无？啊，伊嘛等下过伊的快乐日子啊，嘛是住咧豪宅啊，对无？嘛是去分比赛后袂走啊！啊，伊员工咧，讲了十六万是毋是？对。啊，这员工咧，啊，即马摕员工来做人肉盾来着，希望大家手下留情。你安讲其实吼，你我心内我伊个咧，那恁亲情人，你定心咧，同伊为钱吼，你会讲讲无啥信心对无？吼，你拢用情自销，你拢用有对无？可以无？自销呢？哦、所以迄个抵制吼，是对阮来讲吼，对阮来讲是真，迄阵尤其迄阵啊，别全面抵制是蛮条风险的吼。来，阮的会员来，阮会员，阮现开始比较会吼，迄、那个登个办公室会员电话马上就来啊。啊，你想赢没有？那关键是啊，去年迄个什么全统啊，富贵乡吼。嗯。啊，你那不在抵制，啊，那抵制抵制。哦，啊，这对阮来讲吼，特别是安尼，你若讲世界唔拢无重要，但是吼。我若大家拢出来吼，啊，我时间哪哈济，但是这十届吼，你无出来，
你实在实在是公费是一个大个工课吼。因为我有十万人对吼，台湾什么团体有十万人对无？十万人，拢是台湾比较先个。啊，你无啥关心社会，啊，你干呐规毕业校园内底，你讲袂过啊？哦，那这是不是责任心嘛？吼、哦，所以我是准备出来吼，但是我真是忙，马上忙过去啊。我10月9号吼，因为看这电视，愈讲愈大个吼。我们点行动计吼，啊，希望退出这个食品业。不过你讲顶薪吼，我那个五月薪，你退出食品业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关系，迄阵就想讲，好啊，无台湾卖做啊，一代要做啊。你看卖想，伊是做来，伊台湾归拢登记吼，有我照常归要上好。所以实在是，咱两个人无聊哈，对，无聊哈。啊，这是我是我迄阵我下头互林志做诶吼，小李我委员，你帮我做那个，啊，他迄个工作人员甲敲另外一个 PPT 诶时阵甲做诶吼，我听大家讲吼，其实吼，我阿公是怎吼，我总难过诶，我总难过你知吼，因为我上华，吼，林志都有上华条林志，吼，去年出代志，迄个全广播上要都有上华条，我上华。喝山喝水喝人才，那也不去找吼。所以我其实吼，我会开这家会先吼，我是心内总爱过的。吼，啊，唔讲我应该啦，是讲啊，咱拢出人家乡，吼，啊，我中华人其实说实在话，拢自产人才济，但中华是台湾产的在无，吼。啊，大家拢做老师，啊，那也不去找出来。我讲传统部的乡吼，因为姓李，李文楚，七公里。啊，拢老人会拢买一点，所以阮都诚济。看安尼看，会较无以前阮妈接电话，啊电信吼，电信我上难过吼，因为吼，咱感觉讲咱的家乡吼，咱虽然离台北吼，但是吼，咱嘛是较大汉，对无？希望地方有出一个啥物老人吼，会互咱的啊子孙啊做榜样，对无？吼，咱应该讲哦，这个电信吼，这个啥物吼，喜欢讲话的。哦，伊做啥做啥吼，是咱中华讲。我讲吼，这代志无处理前吼，啊，我若要转去吼，有当时着经过应征，应征的总部伫遐着吼。我车着搬来，我昨下讲，我昨下无想吼，这个应征，吼，应征集团吼，伊代表花旗吼，是咱代表做起来，拢不往台湾总部实施来咧应征，就来台湾。啊，同我安尼讲就讲，你也知影吼，咱中华是人才吼，咱中华吼是一个好啦吼，会用爱这所在吼，啊管理个怎来说？袂讲吼，安尼中国说伊北京吼，我是安尼讲嘞，所以这出来时吼，其实我心内是做歹过个，吼啊但是嘛，也嘛是个念吼，方嘛是爱方啦吼，是安尼啊。所以伊是我伫公司，我笑笑讲吼，伊讲啊，我讲中华到底是什么代志？这下头讲过啊，卖讲了吼。这我下讲过吼，阮9月10号吼，这个开记者会以后，马上就老师发现一摆，啊，恁心灵吼，啊，是安怎有面无出来，伊要出来，恁对人性有啥问题？啊，当然啦，一定有人在想啦，恁是毋是甲啥物在野党啥物关系吼？恁是毋是甲国家在野党啥物关系吼？趁这个机会要控制政党，吼，啊，袂影响年底的选举。啊，但我咧讲吼，伊是阮会内底吼。这大个数字吼，干部内底嘛，较倾向国民党嘛，较倾向民进党嘛，拢无当无派。但是吼，有一个基本原则，你做会员时吼，你的个人立场提出来，吼，啊，你下班以后，你可以送餐，你做代志，吼，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基本上，阮做这种代志，未使有这种啊，你个人的正常心态内底。啊，无吼，我甲你属会时吼，做干部，我你属会吼，跟立法院有拼吼，除了不会没有前途性之外吼。我想啊，那个干部我们带过来的这表面，所以别人有太多的个人立场在里面，你可以劝说，但是不可以说哦，你个人立场我怎样怎样，所以你要带领这些组织往那个立场去，不可以。我们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组织哈、哦，所以这个组织哈，我怪你来这地方，我讲我们可以卡袂变质啦哈。我写这是我其实哦，惊吼。
听讲我，人讲有钱，我要甲迄个定薪吼，维护定薪吼。但是吼，你选择定薪，请个定薪是定，是一回事吼。啊，你是咪安全要安那安那做啊做啊严密的吼，要甲调到完了吼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吼。咱说实在话吼，定薪吼，定薪是一个企业，对不？企业要创啥？企业就是要赚钱嘛，对不？吼，啊，但是咱同阿公。你要赚钱，拢爱赚了合理的，免赚乌心的。等下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状况吼，平地价，平地价，迄个企业平地价吼，是因为消费者吼喜欢买低价，好喜欢买低价，这个我们有责任吼，因为消费者企业是跟着消费者走啊。你看吼，咱的企业吼不择手段去降低成本，这个不择手段就是像这边吼，迄个回收油啦，大部分地沟油吼，企业好个。就有对人进展这嘛，对无吼、哦？你要去上吼，各位有利润，你成本你要降低嘛，降低到不合理的状况，对无？米油安尼了，米油安尼了，你看卖场，是拢中国做的，制造业中国，是安怎？迄边人工较俗对无？咱起码过一边嘛，原料较俗。你若有进来，你有有没注意到迄玩具吼，拢在做？迄其实平背在塑胶做迄种，迄种平背，迄头用个塑化剂，蒙来食就对了。吼，啊，你拢会排出去，是来排出去的。但是伊是体的，身体的吼，会发生什么影响，唔知啊。所以吼，其实咱这个台湾吼，咱马上来针对讲，是毋是咱太过分的吼，太过分的去拼低价，吼，咱要买最便宜的东西，到尾变成什么企业不择手段。哦，企业不择的，所以变成讲吼，第一点是讲，是咪咱台湾的人吼，就像平地价，第二点是讲吼，其实吼，人家咧买这物件时吼，足上较好食，无相信，这物件哪会遮俗？但是你嘛是去买的，哦，你要想讲吼，这个物件遮俗，其实是无正常，一定有问题。照你讲吼，照你讲，你爱买较正常的物件，是讲，这个价格较。比上面总共较正常吼，迄、哦那个正常是叫做是讲，你有付出一定的迄个利润吼、哦，一定的成本，吼迄个轻松。啊，轻松啦，若有良心的，伊做出来物件绝对比较俗，你应该买迄个较正常的价格的物件。但是咱台湾，咱说实在话吼，到尾啊，可能大部分人嘛是去平地价，另外一个每个礼拜六去大卖场、大润发、家乐福，是毋是他们都在平地价？他们都会互相差价。哦，你不用吵架，我看人家不用吵架，我有在买去吵架，因为伊讲吼，比较贵，他就卖你最便宜的，哦，他就卖最便宜的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咱可怜吼，咱家己消费者吼，蛮有监督啦吼，蛮有监督啦，但是我讲过吼，消费者的形象，你企业吼，你米企业的一些折旧股吼，我们要买便宜的，但是利爱这个利爱者的是。在什么？在一些合理的范围内去拼低价，啊，你别用这些不合理的方式哈、哦。那台湾哈、哦，你来讲拼低价哈，是这个代志的原罪哈、哦。你变作讲这件代志，平心这件代志，不是平心的责任，是咱消费者的责任，这个就不对了哈、哦。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讲，啊，现在台湾人哈，拢在拼低价。哦，台湾人民无底薪的，台湾的迄个教育水准真悬的，哦，可能咱对上民主政治的这三年吼有待加强，公民社会有待加强，但是这基本的吼，基本上要知影讲，其实首先有两个问题，哦，啊，其实什么？其实吼，别按你变一下，看一下吼，他会啊，企业一定不择手段，这两个人在，做起来在，哦，理论上吼，未必有那么多人都在评价，但是吼。说实话，台湾人其实是被迫拼低价。为什么？你我都知道，请你自己填上去。为什么拼低价？台湾人穷嘛，好、哦。而、啊、且我们之前讲的是青年穷嘛，对吧？那年大学毕业生出来，22K 哈、哦，啊，看那边哈、哦，就升不上去。哦，啊，内政部配合财政部公告哈、哦，其实咱台湾哈，劳工的800万劳工，比如说9900万哦，年薪哦，月薪达到5万块以上的，
其实多一百多万人，哦，60%的劳工哦，薪资只有三万以下，所以你哪用这个薪资去看哈，哦？说实在话哈，哦，你不拼低价哈，不买低价哈，你讲是贵的，哦，所以咱台湾年轻人哈，哦，第一个不敢结婚。哦，不敢结婚啊！我第一届的国中生基本上30几岁了，哦，那，啊，他们一男有人结婚嘛，白的该要钱。规场咧抬杠的时拢咧讲啥？不结婚。第二个，不生小孩。啊，我拢开玩笑哦，欸，啊，你们不结婚不生小孩，啊，没有小孩给我们教老师就失业，你们这是忘恩负义的。我就跟他们这样讲，哦，欸，你跟他们老师哦，那老师。那，啊，我们生小孩你要捐多少？就是这样啊，对吧？他不敢生小孩，他买不起房子啊。对，前一阵有潮运，对不对？我买起来，我那么出啊，我们还是要到那边。为什么？我总别人怪因啊，怪因老外买别墅，怪好心的买别墅，对吧？我希望因老外可以买到一个正常房子哈，他，哦啊，不要把一生耗尽在那个房子里面，一生都在为钢筋水泥而努力。我不希望这样子啊。无法供养父母，哦，这个我们公民课上课都会讲哈，父母，啊，你会供养父母？我讲，我来是出国，啊，你出社会嘛，出来以后赚钱嘛，你一个月要摕偌济钱给恁爸爸妈妈？我看过哈，5000，8000，1万，讲你出来一个月偌济？2万多，台北的生活费一个月偌济？你算算，你看，我拢算算看哦。房租啊，那个水电费啊，食品费啊，送什么？你根本是月光族，他怎么可能奉养父母亲？又啊，奉养父母亲，你也不敢生小孩，对，不敢做什么事情啊？所以哈，哦，有小孩就精打细算，省下没工钱嘛，给学生上学。哦，啊，我是有小孩，其实我们家没有双薪呐，我太太是自由工作者，哦，但是我们家算一算，起码一个月有7到9万，其实哈。哦到了月底哈，我们大部分是光的。我们年底能存多少钱哈？很少很少。啊，存那个钱绝对追不上我们的什么物价。哦，所以年轻人后来你发觉一件事情，他们有一二十家，什么叫一二十家？但这每年所以你准备出国去玩，好厉害！为什么？那个钱再怎么存哈，你都买不了房子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台湾有这个问题啊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是整个经济结构迫使我们的消费者只能买那个低价的东西，因为他的薪水真低到什么？低到实在是不像话哈，不像话哈。好，那不好劳工哈，这个不择手段的降低成本，伤害谁？这点企业就会怎么伤害消费者，对不？过来伤害我们的劳工，就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学生，哦，我们的家长，低薪、长工时、不安全工具机，哦，那个什么叫不安全？比较容易受伤的，哦，有些工具机哈，当你卡到人肉的时候，它自己会停。比较贵，冷老板不香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恶劣工作环境，出事后拿劳工的社交信仰，哎，对吧？那个信那个小说是，当时都是不是顶薪？顶薪如果不搞这个，会不会需要让16万人公司也不会啊？所以那个问题是他，但到最后呢，谁受害？员工对不对？他的员工跟他的员工的家庭，哦，所以其实哈，工会在这个地方跟实案问题产生了连结，为什么？因为无良企业使得劳工到处都是受害者，不只是消费者，哦，不只是消费者，所以我们全校怎么大门，哦，一定贴着三个字：反低薪、反派遣。其实不是帮我们老师讲，我们的薪水虽然在全世界表示里不算高，但是在台湾的劳工里面、受雇者里面，其实我们还算中不中上，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所以叫反派遣。其实我们老师派遣不多，我们代表老师其实有点像派遣，但是呢，派遣在整个劳动界非常非常普遍，其实是伤害我们的孩子的。哦，啊，我的学生也都是派遣。啊，我当然如果老师帮你们努力，但是我说实在话，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哈，哦。那当然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然后这么大的企业怎么来的？全球化企业，领先的全球企业，不止台湾而已哦。哦，那我们哈，哦，我们以前那个不是全球化企业之前哈，哦，我们在农业社会里面在地生产。哦，你去生产，嘿，物件人你厝附近生产出来，这个所在人就是这个工厂或者这个农业迄个故宫，